我们来看这题，叙述正确的请打圈，错误的请打叉。我们来看第一小题，若 POS 与 QoS 皆为三次多项式，则 POS 减 QoS 的次数必定小于三。啊，所以呢，我们来看第一小题。那么这里呢，我们就举一个例子。那么例如呢，我们的 POS， 我们令它呢是 2S 啊的三次方。我们令呢啊 QoS 这个多项式啊是呢三次多项式，也就是呢 S 的三次方。那么因此呢，那么题目说 POS， 那么减掉呢 QoS， 那么计算结果 2S 三乘减 S 三乘，我们得到呢是 S 三次方。啊，所以呢，我们得到的那么必定呢小于三次方，不对啊，我们得到呢也是三次方。所以呢，第一小题这样的叙述未必是正确的。我们来看呢第二小题，若 POS 与 QoS 皆为三次多项式，则 POS 乘上 QoS 的次数等于6。那么两个多项式呢，都是三次多项式相乘，它的次数那么就会等于呢三加三等于六。那么因此呢，第二小题这样的叙述是正确的。我们来看呢第三小题，若 POS 与 QoS 皆为多项式，已知 PO 负二分之三等于五，QO 负二分之三等于四，但还是不足以计算出多项式 POS 加 QoS 除以 2S 加三等于四。有题没事呢？那么第三小题，我们就来令那么一个多项式叫做 FS，那么令它呢就是 POS，那么再加上呢 QoS 形成一个多项式。那么因此呢 POS 加 QoS 啊，它既然呢就是 FS，我们注明在这边它就是 FS，啊，所以呢 FS 除以 2S 加3，那这个于是我们就来计算呢 F 啊负二分之三的意思。那么因此呢，我们来计算呢 f 负二分之三啊，所以呢就会等于 p o 负二分之三，那么再加上呢 q o 负二分之三啊，所以呢就会等于 p o 负二分之三，我们得到是五，q o 负二分之三，题目告诉我们是四，计算结果得到余式呢啊就是九，那么因此呢，我们就可以得到它的余式，那么就是九，那么这余式九是确定的啊，所以呢是足以计算出多项式的余式的。那么，因此呢，选项三第三小题这个叙述是不正确的。我们来看呢第四小题，S 加一是 2S 四乘加 3S 三乘减 3S 平方减 3S 加一的因式。我们来看呢第四小题，要来判断呢 S 加一是不是这个多项式的因式。那么，因此呢，我们就令 S 加一等于零，那也就是说呢，我们 S 那么等于负一，那么这个负一呢，我们就把它带入这个多项式来计算，也就是说呢，二那么乘上负一的四次方。啊，再加上三乘上负一的三次方，再减掉三，然后再乘上负一的平方，再减掉三乘上负一，啊，再加上一，那么因此呢，我们就得到是这里二，那么这里呢是减三，那这里是正一，啊，所以呢也是减三，负负得正，所以加三，那么再加一，那么计算结果得到是零，得到是零的意思就是整除，整除，那么就是它的因式。所以呢，第四小题这个叙述是正确的。我们来看呢第五小题，多项式 S 的107次方减掉 S 的9次方加一，除以 S 减一的余式为一。我们来看呢第五小题，那么这个多项式呢除以 S 减一的余式啊，所以呢我们就令 S 减一等于零，那么意思也就是说呢 S 就会等于一，我们把它代入啊这个多项式来计算，所以呢就得到是一的107次方。减掉了一的九次方啊，再加上一，所以呢就等于一减一加一，计算结果得到是一，这个一啊就是余式的意思，所以题目说呢余式是一，那么因此呢第五小题这个叙述是正确的，所以题目说呢叙述正确的请打圈，错误的请打叉。第一小题错误，第二小题正确，第三小题错误，第四小题正确，第五小题正确，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。